大家好，欢迎收看彩虹妈妈彩虹织机频道。大家看，今天我要教大家做圣诞节的帽子，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圣诞帽。圣诞帽，然后和我们的圣诞礼物包装盒，我们打上包装的礼品盒，大家看，礼品盒的礼物和我们圣诞节的帽子。首先第一节我们教大家做圣诞节的帽子，然后再教大家做圣诞节的礼品盒。首先我们拿过我们的彩虹织机，大家看，我们今天的织机组装和以往是相同的，都是西行口朝向了我们的上方，底部组成了一个倒挂的三角形。我们今天做红色的圣诞帽子，它的帽子啊是由它上面有白色的绒球和帽子下面的白色的绒边组成的，所以说大家就要准备红色的和白色的彩虹圈。我们把织机的西行口朝向自己的方向，把织机拿过来，把我们的小帽子放在这里。大家看，我们首先啊要拿红色的双圈，从我们顶部的中间位置，中间排第一个圆柱向下挂到第二个圆柱上，然后继续拿红色的双环，从我们一二三左手边的第三个圆柱斜上到中间排的第二个圆柱上。大家看，然后我们继续拿红色的双环，在我们中间排第二个圆柱斜下到右手边向下的第三个圆柱上。做好之后，大家要从我们中间排的第二个圆柱向下挂红色的双环，然后从我们左手边第三个圆柱向下第四个圆柱上打上红色的双环。右手边相同也是红色的双环，然后在我们中间排继续向下挂一个红色的双环。挂好红色的彩虹圈之后，大家看是现在的样子，中间向下三条红色的双环，从中间第二个圆柱斜下到左手边第三个圆柱中间是红色的双环，右手边相同，然后左手边向下右手边向下分别又挂了两个红色的双环。做好这一动作之后啊，我们要拿起白色的彩虹圈，接连我们左手边红色的彩虹圈向下挂一个白色的双环，然后右手边相同挂白色的双环。接下来我们把中间相连接红色彩虹圈的圆柱同样也打上白色的双环。做好之后，大家要拿起白色的单圈，在我们的底部把它打成三角形。大家看，三角形之后我们要把上面
大家看上面的长圈，摘到下面，下面的长圈把它拉到上面，把它做了一个八字形，两个八字形在上面，大家看到了吗？然后我们拿起白色的单环，在我们的指针上打两圈，然后拿起白色的双环，大家看，要拿起白色的双环，在我们的指针上把它拉下来，然后它要在我们的指针上，大家看，做好这一动作之后，我们要拉起白色的单环，把白色的单环挂在右手边白色的与红色的彩虹圈相交叉的圆柱上，然后我们指针上的四个白色彩虹圈打到最下边的白色圆柱上面，做好之后向外侧拉一拉，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相同的白色单圈，打成双圈在指针上，然后拿起白色的双环把它拉进来，然后白色的锁定的也就是白色的两圈套在左手边白色与红色交叉的圆柱上，指针上的我们把它套在最底部白色的长圈上面，大家看，做好之后我们要拿起白色的长圈，在我们顶部的圆柱打一个三角形，然后拿一个红色的单圈在顶部的圆柱上把它打成三角形，然后把它对折成八字形，继续再把它挂一个三角形在上面，也就是说打了一个八字形，窝回来，又是一个三角形，重复在刚才的三角形上面。我们现在上面就是两个三角形，大家看，每一个上面都是重叠好的三角形。我把它拉起来，让大家看一看。大家看。好，做好之后我们开始做编织的动作。首先从底部白色的锁定环，透过白色的锁定环，我们拉起最下面这一条白色的双环，把它挂在上面的圆柱上，然后接连红色的把它编织到上面，然后左手边与右手边相同，都是拉起最下面白色的双环挂到上面的圆柱，但是大家一定要透过上面所有的彩虹圈与锁定环拉起最下面的白色双圈，把它挂到上面，然后红色的，然后中间白色的，同样也是红色的，我们首先把中间红色的完成，
完成之后啊，大家要来到我们右手边，要把这一条从上斜下的长长的长圈把它圆回到中间的第二个圆柱。然后我们的左手边与右手边是完全相同的，把它也完成。完成之后，大家要拿起我们的织针，在上边从上数的第二个圆柱，透过凹槽把上面的这一条红色长圈把它拉起来，先挂到顶部的圆柱上面，然后把它松一下。这时候我们要拿起三个白色的长圈，首先拿起两个白色的长圈，在我们的织针上分别的把它打成两圈，然后拿起另一条白色的长圈，把它们拉下来。拉进来之后按在我们的手指上，然后大家检查一下我们所编织的过程中有没有遗漏掉的彩虹圈。如果没有遗漏的彩虹圈啊，我们要看一看，检查之后没有，然后我们拿到顶部中间排的圆柱，来到顶部的第一个圆柱，接下来把手上的两个彩虹圈白色的拿过来，大家要拿起我们的织针，透过上方所有的红色彩虹圈，把我们手指上一端的白色彩虹圈拉过来，绕到上面，按以往的锁定动作把它锁在一起。大家看，如果你觉得这样锁不是很安全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套在下面来，因为我们以往的编织动作呀也都是这样锁定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只是上面多了几个白色的彩虹圈而已。好，大家看，锁定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圣诞帽子拆下来了。拆下来之后我们把它稍稍的整理一下，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圣诞帽子就做好了。大家看，圣诞帽子做好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